一毫滴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海水悉悉令尽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末为微尘悉知其数如是念念次第常不废妄菩提之心菩萨若闻是语不退不悔欢喜踊跃勤修精进作如是念。我得善利，因我故，令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众生永离众苦。菩萨复作是念：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普令众生离一切苦，悉皆究竟无余涅槃，然后我当成无上道。好，所以各位，这一段我简单的白话念一遍。但是你念大乘经典，你就可以让自己发起，哇，我在学佛，菩萨这么伟大，所以我应该学菩萨发这样的心啊。所以菩萨成就如是精进，怎么样呢？如果有人说无量无数阿僧祇世界众生，你菩萨能够为一切一切众生，以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具受无责大地狱，我就无间大地狱。每一个众生，你都替他受无量劫时间的无间大地狱苦。最后呢，令彼众生究竟涅槃，你做得到吗？复有无量无数阿僧祇佛出生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令无量无数阿僧祇众生受种种乐。啊，已经有很多的佛出生在这个世间，让所有受苦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你仍然在受大地狱苦。然后呢，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你才成佛，你做得到吗？所以菩萨答言：我悉能为尔所世界，我圆满可以为所有世界一众生受无责无间地狱苦。乃至所有佛畜生，让所有众生都得乐了。我那个时候都还在受苦，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离苦，最后我当成无上道。这是每一个菩萨都要发的愿，就像类似地藏大愿一样。只是地藏大愿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又不一样。地藏大愿比较强调他下地狱帮他们受苦，但是释迦牟尼佛比较发什么？我不是下，我是替他们受苦。每一个众生受一次乃至十劫的无间大地狱，我都一一为他们受苦，让他们都离苦。别的佛度他，我还在替，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最后我才会成佛。复有人言：如若能以一毫滴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海水悉皆令尽所以就像这个无量无边的大海水，你一滴一滴的让它最后没有，这个要多长的时间？乃至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都变成末为灰尘，最后都变成灰尘了。那总共有多少水呢？总共有多少这个灰末呢？如是念念次第，常不废妄菩提之心吗？就是百千万劫的时间轮回受苦，你都还保持菩提心吗？就是菩萨戒的内容。菩萨若闻是语，不退，不会退转，不后悔，欢喜踊跃，这就是我的生命。勤修精进，作如是力，我得善利，因我故，令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众生永离众苦啊！所以我永远这样不废妄菩提之心。所得到的善根利益，因我故，是为了让众生离开痛苦。菩萨护作是念，后面这句话各位能够背了：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普令众生离一切苦，悉皆究竟无余涅槃，然后我当成无上道。那这个非常白话了，无余涅槃，那就是已经进入永远涅槃的快乐的状态。乃至安住在空性，菩萨要有这个承担，最后呢，他才成佛。反过来，我们再念一下
所以各位，这个《华严经》啊，啊，太殊胜了啊！很多大乘经典，各位经常这个经名都听过好多次，你千万不要忘了整本把它读完，好不好啊？这些太重要了，念一下。《华严经》离世间品，佛子菩萨摩诃萨发十种普贤心，何等为实？所谓发大慈心，救护一切众生故；发大悲心，待一切众生受苦故；发一切施心，悉舍所有故；发念一切智为首心，乐求一切佛法故；发功德庄严心，学一切菩萨行故；发如金刚心，一切生不忘失故；发如海心，一切百净法悉流入故；发如大山王心，一切恶言皆忍受故；发安隐心，施一切众生无不畏故；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是为实，若诸菩萨安住此心，即得成就普贤善巧智。普贤的意思是永不退转，永远的精进，永远的行动，所以叫普贤。那不但如此，不但不退转，还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什么事情？就是救助众生都把它做得很圆满，叫善巧智。所以佛子就是说发菩提心的菩萨就叫佛子，菩萨摩诃萨，然后不但发菩提心，各位还要思维空性，永不退转，所以叫摩诃萨。那所以大菩萨都会发出十种的普贤心，嗡三昧耶萨埵梵。所以嗡三昧耶萨埵梵就是具足所有这种普贤心，乃至普贤菩萨的功德。何谓第一个发大慈心？慈就是要给众生快乐，不让他受一点苦，所以要救护一切众生故。所以各位，我想各位每天活着，人家问你，你为什么活着？早上要去哪里？我要去救众生，就打卡了。上班是为了救众生，读书是为了救众生，救护保护还要保护他，不分别的所有众生。第二个发大悲心，那刚刚讲过了，什么叫悲心？承担众生苦，把苦纳在你身上叫悲心啊。悲心不是嘴巴讲的，悲心是一种你在烧，我被你，我代替你烧，你要下地狱，我代替你下地狱。所以要有承担，因为你不这样做，你断不了我执。我们现在不敢做，因为我怕痛，那你就没办法。所以你要各位要修到愿意，而且可以做得到，待一切众生受苦故，发一切施心，要只要众生有所需求，只要你有，你就要完全布施，悉就是完全布施所有你拥有的一切，满足众生的需要，发念一切智为首心。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大布施啊，救护众生，承担众生苦，目的呢？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陀的智慧，这样你才能够圆满帮助众生。所以要发念，也就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比如说，各位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离开为了成佛的心而去做，但是成佛的心才能够真实的圆满的去普度众生，所以要。念这个不要比高比低啊，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做事，要用佛的思维。所以要求一切佛法，所以你要了解一切，就像一个医生好了，没有一种病你不会医啊，那是世间的医生，这是最圆满的。但是成为一个佛陀，没有一个众生你不会度，调御众生啊，所有众生你都可以帮他离苦，这样去追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再来发功德庄严心，所有功德要万德庄严，没有一样功德你不会或做不到，所以
要学一切菩萨行，并不是说我只学地藏菩萨，我只学观音菩萨，所有的菩萨道的内容都要会。甚至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做善事的人，那这些善行我们都要随喜，甚至也要去实践。发如金刚心，金刚就如如不动的意思，一切处受生不忘失故，不管你投胎在什么样的环境境界，你都不忘失我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圆满佛陀的智慧而来。发如海心，一切白净法须流入故。所以各位啊，当然教授只要有一颗专精，成为教授成为博士，就像诺贝尔，他诺贝尔奖是颁发给某一样专项啊。但是菩萨不一样，菩萨是万法一切白净法，那白净法就是佛法利益众生的方法，与空性相应的，你通通要会吸流入啊，要这样去吸收一切，活到老学到老，生生世世学习帮助众生的方法，不要偏来中来派，只要能够帮助众生，就像我们办一个法会，从冷气啊、音响啊、灯光啊、时间啊、便当啊、排座椅啊、花啊，仙女，你通通要缺一不可啊！发如大伤王心，为什么？一切恶言能忍受故。各位，这个要先练习啊！所以你现在你要站在十字路口，每个人都来骂我一句，这样吐个痰再走。OK， 那你要接受，你要先决定好，你不能说哦哦，你怎么这样讲我？两个人在那边打仗了，变来变去的，那这没办法，有比高比低了。所以要像大山王这样如如不动，一切恶言悉忍受故。法安隐心，施一切众生无不为故啊！要让所有众生平安快乐。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予什么。那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那个福报啊，还做不到。但是你要观想佛做得到哦，满众生愿啊，地藏王菩萨的如意满愿宝珠，准提菩萨的满众生愿。那但是你要学这个发心，求佛菩萨帮忙去满众生愿，嗡夜愿啊，上不啊，哇子来吼啊。乃至呢，南无萨瓦坦达格达巴耶比熊摩格贝萨瓦坦达，悟感的一门，你要一直去观想满众生愿，跟念辩识咒，南无萨瓦坦达耶朵，上不来上不来，哇，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甘露，那么娑罗波耶无量无边的妙甘露水，那么波揭发地无量无边的药物啊，嗡贝亚夏瓦那耶娑哈，哇，这个是鱼宝陀罗尼，你要经常观想，你走到哪里都要对整个世界。就像我经常坐飞机，我天天念这个。我坐飞机啊，你要借这个机会，太好了！从东部飞到西部，经过大海、陆地这么多国家，然后你就要一直大布施这样观想啊，那你的心态就越来越纯熟了。然后佛菩萨再加上加持，那个地方就不断的改变。就像各位今天自我功德力、自我益乐力，用菩提心来清净所报关斋戒。来念普门品大悲咒，现在要读诵大乘经典，最后我们要把完全的功德能够普施给众生。再来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那你要了解一切，所以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所以各位不要放弃什么，跌倒生病看到什么，你都要善巧方便去了解 这本书，这个花本体它怎么用啊？在善巧智怎么样插得更好？今天这个法表阿弥陀佛，明天那个法表地藏菩萨，后天这个花这个法表忍辱，你要表法啊。所以万法都是佛法，所以对外对内你都要能够了解。这个般若就是微妙甚深，能够帮助众生，叫波罗蜜，自利利他，究竟圆满的心态。是为时，若诸菩萨安住此心，即得成就普贤孝善巧智。来，当愿众生得普贤善巧智。对呀，他，观战者呀，
하와보다 나의 소하